今天中午玩我玩的开心哈，江总。这作息要做全套，这不是您给我布置的任务吗？袁总，你不会这么小心眼吧？过来，干嘛？把你的动作拿来考一考，别生病了。好的，谢谢袁总关心。我是怕你生病了影响工作，到时候我可不会手下留情。暖吗？哎，袁总，听说今天晚上有初雪。所以呢？上海下雪多难得呀，是不是应该有点仪式感？你想要什么仪式感？不如我们在家煮火锅吧。火锅，好呀。我晚上有点事儿，我尽快办完回家。那我做完自己吃，晚回来可什么都没有喽。你真的会做火锅？我记得有人之前做的汤，可是连旺财都受不了的。切，你小看谁啊？保证这次让你吃到感动流泪。好啊，那我等着。行了，我手不冷了，我先出去了。初雪，旺财，来接我啦！走。买了蜡烛能被他笑死。在我走之前，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一个只有你这么笨的人才发现不了的秘密。我一直在暗恋你。你什么时候有喜欢的人了？如果你不敢说的话，你可以跟我说啊，我给你支招。Feel you.
want you to stay still for me.这么冷，你跑出来干什么？我找你啊。对不起，是我回来晚了。我。将军，我不想再等了。我想哭了。要用什么复杂的法则证明爱值得？ You are the all of my life。 看不完的小说还剩几页，爱听的歌扣了那个哈欠，拼凑出有你才完整情节。真的情节。